我们同在一起过着超能的生活。我是路易斯莱恩，所在位置是甜美正义甜点店，转播年度吃派大赛，介绍参赛者，大家都爱的甜美服务生巴里艾伦。哦，谢谢大家。接着欢迎全民运动巨星多利斯祖尔。压轴登场是戴安娜普林斯。我郑重宣誓，我一定尽全力吃完所有的派。谢谢你，我们没有演讲的预算。这样啊，科斯提亚引导我进永恒的胜利。哦吼，冲戴安娜！现在让我们看一下派。南瓜派是大家的最爱。好了，甜心们，准备大快朵颐，预备，开始吃！哎呦我的妈！艾伦卯足了全力，他真的咀嚼了吗？祖尔快速跟上，但戴安娜的速度却像一颗笨重的石头。戴安娜，用嘴巴吃啊！哦吼，你行了，戴安娜！这滋味尝起来像胜利。祖尔的速度慢下来了。祖尔吃完94个派之后倒下，剩下戴安娜跟艾伦。普林斯意外赢得本次冠军。戴安娜，戴安娜，快停！结束了，甜美正义的活动圆满收场哦。我是路易斯莱恩，下次见。希望观众们享受这一场比赛。